这个额登鼻窦炎跟我们成人鼻窦炎有它的相似以及不同之处，这主要是根据它的年龄有关。这个额登鼻窦炎，第一，它就是由于这个发育不成熟，鼻腔结膜没有发育完成熟。第二个，在它的手术以后或者创伤以后，这个黏膜容易肿胀粘连，所以决定它的治疗方式等等，决定它的治疗方式不一样。它的治疗方式主要包括几个方面，主要是第一，就是保守治疗，是药物治疗，跟我们成人一样的，主要是鼻腔的灌洗，这个局部的类固醇激素的治疗，以及黏膜除白剂的治疗等等。如果是经过我们这正规的保守治疗效果不好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再去接力治疗。所谓的接力治疗包括三个台阶，第一个台阶是刚刚讲的药物治疗，第二个是治疗是辅助的手术治疗。辅助手术治疗带额登性鼻窦炎，主要是一个是鼻咽器官，包括是鼻咽部、腺样体、口咽部、颚扁桃体，是扁桃体，往往是腺样体炎、扁桃体炎，这也是引起我们小额鼻窦炎的主要的病因之一。如果是经过药物治疗效果不明显，又存在这些病因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采取接力治疗，行扁桃体、腺样体切除，术后再正规药物治疗，有一部分这个额登性鼻窦炎可以得到很好的疗效。如果是经过第二个台阶，就是扁桃体、腺样体切除以后，这个鼻窦症状仍然不得控制，如果是再者是鼻腔鼻窦有明显的病变，像鼻息肉这明显的这个炎症情况，我们可以采取手术治疗，是鼻腔鼻窦的手术。这些手术我们现在是主张这个小范围的手术，尽量不要过多的去干预他的鼻窦，这个否则可能会影响这个小孩子儿童这个。